您这个是五家，那天回的时候啊，一走两家才回。天天开着卡车回收资源，慈济志工邱生娇出门做环保的次数多到连自己都数不清。你一个月到底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嘞。15年前，马六甲野心地区民众环保意识不高，垃圾随处可见。也是看到很多满地都是环保，不怎样来下手，就是真的是会那种垃圾很懊恼。哎，怎么这些人还是这个乱丢垃圾？没有那种意识，怎么这样？我们的力量这么小。虽然当时人力单薄，他毅然扮演起领头羊的角色，一星期最少5天，陪伴不同志工走入社区，号召当地民众重视环保。Kasih orang Indonesia na, tidak kira saya tidak kira na, saya memang kasih drama na. Kasih dia jual, dua kasih tu orang miskin na. 我们柔声柔语咯，慢慢讲，不是一个，这些全部看到改变。你在哪里？喂。这一天，他的手虽然受了伤，但依旧挂念环保站的一切。因为习惯嘛，是我们第二个家嘛，因为10多年都是这种生活，已经生活化了嘛，来了感觉到很亲切嘛。家我家真多啦，我他妈是一家呀，已经好啊。野心就是靠生教师姐的力量啊，善的要感动人家嘛。从区区几个人到现在有一群人，邱生娇时时保持正面，成就更多大地园丁。好事你不要担心，你没有人帮你，你一走就有人跟着你。大爱新闻吕嘉嘉、林慧珠、钟承志，马来西亚报道。